这医院门口真忙啊，车都塞住了。找找呼吸科在哪儿？找了一圈不在楼里，是在外面一个小平房。看呼吸内科门诊、戒烟门诊，就这儿。呼吸重症医学科，一个小屋，这里咱不能进。啊，我老丈母娘进里面看去了，因为这里面屋吧比较小，是一个小平房，专门接待这个呼吸科的。然后那个里面都是患者，陪诊啥的，里面人家也没说不让进，反正就是尽量在外面等待。那咱就顺点话，在外面待着。一会儿我老丈母娘出来，完看看人家医生怎么说的，到时候需要做啥检查，完了再去吧。做个 CT， 现在到79号，我们是88号。都在那等着，挺多人的。你拿着吧，一会儿喊你的时候，你直接进去给他。嗯。一会儿还得采血去，上那个楼采血去。嗯。你中午咋没跟妈一起回来呢？啊？你中午咋没跟妈一起回来呢？我，哎呀妈，你想爸爸了？你激动啊！哎呦天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大河南跑我嘴里！哎呦，你我寻思你先给孩子擦呢，这家伙的先给你自己擦上了。你忘了？我中午把你饭也带出来了，我整老多饭了嘛，你还没回来。哎呦天哪，想爸爸了。行呀，哎呀，回来啥呀？刚做完检查，刚完事儿，完了那个领导那边来电话了，说那个又有事要出去啊。把你给妈送回来之后，我就直接往那边去了，这不刚忙完吗？我说的，不是他说的，是因为有别事儿。啊，那行，没耽误人事就行。对了，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说上午说没事，上午啥事没有。完了那个，这么中午临时有个事儿，那啥，送人我就赶紧去了，没耽误。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，后来我寻思，这是那个忙回不来。你说我要给你打电话干啥？我不是要给你打电话问你咋不回来吃饭呢？我是想问你那个妈那检查啥的都咋说的，做啥检查了？我一问妈，妈一问三不知。我妈说就拍了个片儿，采了个血。我说那采的那验的是什么项目？我妈说不知道。啊，那什么？我看，一共是拍了一个 CT。啊，肺部 CT， 完了还有那个抽了三管血吧，应该是。妈，抽三管呢？抽三管。血常规，完了那个过敏那个。啊，验过敏源了。过敏那个，对。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完了还有一个那个凝血。啊。查凝血，我看那。那为什么要查凝血呢？咱俺不懂哈。不知道，我看那写的是这么查的。有问我是不是？那，问我妈，我妈不知道。啊，我这。稀里糊涂，我也不知道。人大夫啥玩意都跟大众上说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写的什么？这不是说过的吗？那这啥玩意都给大众上的。啊，这一样，就抽个血和查个 CT。到那块儿他也没说啥是吧？进那问屋里他咋说的？进屋，他就问问你啥情况。啊。他这玩意儿咋的？啥症状啥的呗。对。他就是问你啥症状，完之后给你开什么检查，检查之后人家才能对你看是怎么回事，要不然他也没法说你这玩意儿到底咋回事。他那眼睛他也不挨着说。对对，他不借助检查啥的也不行啊。现在就这玩意儿。那他结果啥时候出啊？得明天啥时候能知道结果啊？哎呀，明天可妥了。咋的呢？他 CT 吧出来还能早点儿，那个明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能出来。哎 ，CT 一般不都当天出吗？二三十分钟就出了吗？分啥你知道不？分那个急诊还是门诊这种？啊，急诊出来快。
完了那个门诊出来慢，他可能觉得门诊也不着急呗，这玩意儿是不是？啊，那可能是。我看他们急诊才俩小时出来是吗？嗯的。他们那，你看刚才那时候俺们去的时候听着了，他们搁那唠嗑说那个你是哪儿的？说急诊的，完了急诊的时候那俩小时出来。啊。嗯，完了那个俺门诊的，他说那明天早上。这家伙，那要外地来看个病，还得找个宾馆住一宿呢。那你谁好了？你知道人怎么安排的？咱不都医院大吗？医院大，患者多，忙呗。完了那个，血液结果那个也不一样，就是那个血常规快30分钟啊，凝血那个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半小时。那个过敏那个是次日3点以后。啊，就是明天得3点才能出。就是得明天下午3点以后去才能求出这个结果。啊，你就得明天上午去都没用，差一项结果你出不来，你给人主任看病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你来看两趟。这你采的这些血也不用空腹啊。不用空腹。那早上吃饭也没事是吧？人今天还有人问你，今天那个。他也没问说的，你空腹早上吃不吃饭啊？你抽对象可能就是不需要，应该是查对象。对呀，如果说的要需要的话，他得问说你今早吃没吃饭呢？对，是不是？我咱俩那块有人问啊，有人问的。嗯，完那个一个男，一个就是50多岁啊，一男的还一女的，他俩进去、啊。那女的说的，那女说那个，哎妈，能不能先给我那个看一下啊？我这都早上那空腹空老长时间，到现在我这有点那个低血糖了都。那女的说那个。咱这呼吸科也不消化科，你空腹干啥呀？我先做检查嘛，做检查也不用空腹，你空它干啥呀？啊，关键咱那个号的点儿太晚了，11:30了，不像你要是挂个早上8-9点钟的号，那早上不吃也就不吃了啊，一下太晚了。咱是没问，反正有人问的话，那肯定有人那个寻思血啥需要空腹的，就没那啥。对，先有检查的时候别那什么呢？嗯，对，别吃饭。那就得明天，明天下午，明天下午3点多呗。嗯，明天下午去。嗯，你主任也不大能下班儿，你4点来钟下班儿的，别到时候咱这块儿。那他咋的都得把结果看完再下。是吧？嗯，那哪有那样式的？今儿个是多少号了？这是多少号啊？16号。16号。16号。嗯，16明十七对。啊，我哪天是那啥了？回家的号了？啥回家号？我这那啥呗，做完那啥呗，我想回家呢。你回家你忙啥呀？谁到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寻问几号干啥呢？你别回家号。哎呦我天，你这咋？你愿待多长时间？待多长时间呗？9点。我搁这待咋还有你大外孙子？再说你得病看完了，知道咋回事再回去。那啥呗，你到时候给我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？哎妈呀！那人家问你，再问你啥症状，完了哪儿不得劲儿？那人大壮咋回答呀？你明天是单号，你要回那就是单号回去，那你不能明天回去。你明天回去，到时候你下午看结果，你问我咋说呀？你今天还哪难受？我说昨天也不我看的。谁到了就扯那个？你多待2天吧。你谁让养养？你来了一回，你就给他查利索了，看利索了，到看看人主任咋说的。他是什么专家呢？挺厉害的。教授吗？嗯嗯。那他那屋那人可多了。那个呼吸科，你看那人那俩屋没啥人。没人。没有人，真没有人。都上他的。嗯。咱也不知道人家具体。这该看也都看了，妈，明儿我就回去得了。你可拉倒吧！你光是做完检查了，你还没看人大夫咋说呢？对呀，你主要是得拿检查报告的时候一去，完了人家问你，你都啥感觉呀？哪儿不得劲儿啊？完得连着检查报告一堆说，要么他早忘了你是谁了。一天看那多人，他一天还不得看个20来个、30个呀？哈！一天呐，那得他还有加号的呢。啊，对，现在还有在那挂号加。今天这啥那个，你旁边那女的叨，这他妈烦人呢，那旁边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坐咋的？我都没想进屋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在外面，我心里面也护士说了，家属尽量就是在外面，是不是？那个我听着妈搁那排队的时候，那一个老娘们搁那啥的，说什么玩意儿？他搁那跟你说？不是，人家那个都告诉了，说的你记住哈，就告我2号了，多少号？说的、你这个记住你前面是谁？嗯你这不人多吗？啊，说是你那啥玩意儿，他做完了，这不等他做完了就轮到你了哈。那你记住点，都搁家站着排着点。我说你呢？你看人都告明白的，拿那个单多少号多少号，谁是谁啥的都张明了。
呢，我说搁后边就跟着这女的后边排着吧，等到这那俩就搁门口这坐的，门口那有两个凳子，完就说那他坐完了那啥就是我的。他那意思他想加三，人家后边给人家排完队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妈排那个绿衣服那女的后面，完他俩就搁唠嗑啊，这那绿衣服女的，他说就到咱俩了，说了两遍，哎呀，我说的咋整的，我又找个那个那啥玩意儿，我说的是不是的，这个他做完了是我还是他呀？他说是你，那你叫啥名？我告诉他叫啥名。他说那是你不告诉你了吗？我说那咋说他那啥呢？那你说啊，那你多号啊？你不是我吗？他给他气够呛啊！完了，我听他说话，我听着好像熊人家那啥，一老头一老大爷那会儿，说那啥，他搁那问，我没听清，我搁外门外面呢。啊，问妈说那个啊，你啥时候挂的号啊？你多少号啊？完了，妈也不知道，我搁手机里挂的。对呀，我说多号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完，我进屋了，我说咋的了？有事儿啊？他说啊，没事，我问了多少号，我说手机挂的，我挂10:40，现在都过点了。我说你多少号啊？啊，那我那啥的，在那门诊挂的。我说那你就听人护士安排就得了，你问啥没有用，你问你找护士去，你要护士让第一个进去，现在你就进去。这家伙这啊，那我没事了。这家伙给我，那你个多号你还不知道？这家伙他挺。他问我说那个欺负人吗？这谁？我说那个说，那你们到底多少号？我说我就没有号，你不用问我多少号。后儿完了啊，大壮进屋这一说，他不吱声了。我说没有号，哪有号？我这要是你自己呀，我估计都得让他俩熊后头去。我真不知道我多号，我这那网上挂号哪有号啊？哪有号？他到那会儿他真有号是啥？他给你排啊，你第一个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他以为他说是这个号啊，他指导们排到第15，他们是第16。啊，清一下，非得往前挤，往前挤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，那差一个人能差多些呀？妈，那谁让你挂晚了？你赖谁呀？谁到了？他们这样式就不会，可能有的人不会用网上挂号，完了现场挂号，来一个网上挂号，人挂的那个正好是那个点的，完他就觉得你抢人家三儿了。人家大多数都是网上挂的。对，因为他的号不好抢，你看咱那个点挂基本都没有了，想挂上午的就剩10:40了。往里加号的很少很少，就姓他是一个，一共也就是我看着也就是一两个两个多说的。那你说人家护士给他都干完那玩意儿，他也看着了。你说他气不气？哎呀妈，完了，那个采血的时候也搁那嘎子就急急叉叉。你采血的时候他不又去六号吗？你跟他挺有缘的。哎呀，采血的时候我告诉你哪个？他采完了，因为咱们那嘎不是有个费用交虫了吗？我去整了吗？对对对，咱们慢了一下嘛，完他先采的血嘛，就那老头先采的嘛。采完之后吧，一口儿，采完之后吧，就搁那嘎不走了，那老太太堵窗口就不走了。啊，完了那就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先问啥了呀？先问那个啊，采血这都什么项目？这啥？我眼神也不好使。完了，人家那个采血那护士说：“那个阿姨，你先靠点边，先让人家采完。你问啥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？啊，还往前挤。那我这几点出八个出结果啊？那里都有字儿，那我这眼神也看不清呢。哎，老絮叨了，搁那会儿。完了，你个个问完这，个个啥，搁底下又捡起来。”这是谁的？笑死！完了，捡人家那个那报告说的，我也不要地址。是谁的呀？是不是？你护士讲话，那你是谁？你管那事干啥呀？是，完了，那护士拿就扔那块儿。